201经济参考报数字报，前海人寿举牌万科险资纷纷抄底房企。2015年7月14日5:15，中国零三高位 HTTP 冒号双斜线 DZ.JJCKB.CN 斜线 WWW 斜线 Pages 斜线 Web Page 2009斜线 HTML 斜线2015下划线07斜线14斜线 Content 下划线7845.htm 为当前股市遭遇连续大跌，即使出现阶段性反弹，房企市值也仍然处于阶段性低估阶段，甚至有的企业股价偏低破净。而此时在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中，符合资本大鳄举牌条件，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 30%， 股权分散，市净率较低等的房企不在少数。同时房地产市场正处